所有的学校的同学是穿着不同族群的服装，展现了自己不同族群的文化，以手牵手，心连心，一起来庆丰年。 哇，太漂亮了！再一次拍手，哇！ 这种非常精彩的舞蹈，这在其他县市是没有的。你看哦，这些学生的，花莲太棒了，！再仔细听听我们领唱人员的声音，多么嘹亮啊！真的。 心连心，族群共荣的景象就在我们的眼前了。非常谢谢这么精彩的120位的同学以外呢，还有我们好几。